现在两点了啊，我们还在修车，又找了个师傅，师傅这个怠速给我们弄了这个差不多了哈，跟之前开着没多大区别，但是呢这个雨刮器还是修不好啊，还没修好，还有后边的转向灯时亮时不亮，哎，倒档挂的话得使很大劲儿才能挂上去，全是毛病。这几天这个生活啊都给打乱了啊，对，完全打乱了，要不然按照正常行驶这车不坏，我们现在都到成都了啊，今天如果说能修好的话，下午我们不往那个外跑，就在这附近转一转，转个10公里，看没啥毛病再走啊，不然的话再搁半道了，让你哭都来不及啊，找个修车好的师傅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啊，哎呀，就这个雨刮器这个师傅也修不好，太麻烦了，卸的话，对，这个转向灯给修一修啊，转向灯因为也很重要啊，新家伙不是这坏就是那坏啊，再给大家嘱咐一下，买摩托车千万不要买电喷的啊，买了你跟我一样，你会受到怀疑人生啊，基本上能坏的地方都坏，现在是，对，发动机现在基本上现在除了这车不爆胎，其他的这个没啥好处啊，哎，当时买这个车我看这个车宽敞，这个坐了俩人，坐仨人得劲儿，而这个轮胎粗啊，发动机呢水冷的200也符合要求，但是没想到做工我都不说了，大家去看，对吧，咱这完全都是真真实实的事情啊，好多人还说是剧本，这不是剧本、啊、没有一点添油加醋啊，不信的话你可以买一台一模一样的你去开，跑了不到3000公里，现在才跑了2500，这两天加上那个修车或者打电话联系的师傅最起码要10个以上的，对，光抹机油我们都换了，那个不说多得有5-6次了吧啊，机油都换了5-6次了，发动机是没问题，但是小毛病它也不能走路呀，这前两天那个瓜没舍得吃啊，你咋不吃了啊呀呀，哎呀，还叫狗给饿上了个茄子了，那是宠物吗，那是宠物把那个弄下来，哎呀这坏了坏了，哎呀，那俩也是干啥啥不行啊，也是上厕所第一命，咱下回别讹车上了，那么叫两声下来不中，谁讹了那俩，师傅有没有修过我们这个牌子的车，没修过、嗯、也是第一次见这个牌子，咱现在试试车啊，也又打不着火的，关了重启，熄火开关我关了，不喷油了好像，不要乱加油，这咋回事，是不是保险丝又烧了，这保险丝容易烧啊，我都买了这个大安福的装上，又得拆火花塞检查了啊，看到底哪里出问题了，又昨天那个师傅调了节气门，这个火花塞就成这样了，位置传感器那个位置都变了，那怎么整呢，油量的大小都变了，那怎么整呢，师傅这现在咱没办法整，没办法整了，我现在咱没有办法，只能这样开，坏了就换火花塞是吧，啊，我你现在你我都是废火花塞，拿两个吧，再备两个火花塞，备两个好的，嗯，坏了的话我们这个自己会换，
哦，你有板子。对。现在这个车这个怠速让师傅解决的差不多了啊。刚刚我们出来的时候，师傅一打着火一看，他说冒蓝烟，烧机油了啊。我们现在往这个周至方向跑，冒蓝烟啊，就是说请注意点机油，没事人就量量机油，再加点机油。现在我们到这个大王镇上了啊，开了这个5-6公里，挺顺畅的，别的没啥毛病。现在3点钟哈、啊，还没吃饭，整点东西吃。呀，这个天看着是不怎么饱把啊，还要下。有阴天了，不是，呛师傅，你干的这个修车的师傅修了管吗？这个修车的比昨天两个专业点，你这岁数一弄了，这个怠速都差不多了。是，现在不，刚不跑到4000转了啊，直接1000转，非常的完美。这个修车师傅头上都没头发了，也是钻研。是，啥都钻研。嗯，你这个说实话，人家修了不孬。你这个也洗了头上。我是臭了。昨天那个为什么烧火花塞呢？这个喷雾哈。啊。这个油嘴喷雾。对，昨天那个师傅修车的时候，这个、把眼儿给囊大了。以为是堵了。啊。我拿那个铁丝，那几个眼儿又穿透了。对对对。喷雾量太大，就是这个火花塞燃烧不完全。对，燃烧不完这个油，它就发黑头了。正常的火花塞烧完是发红头，这个师傅说的。对对对。啊，这师傅一看就是专业高手。对，高手啊、嗯。可惜啊，可惜昨天没。不佩服不行。对，先囊去吧，囊包再说。这个村叫大王西村啊，这个名字起的霸气。哦，走吧，吃个面吧，用粉面不囊。中。味儿些好。我要的是西红柿鸡蛋面啊，10块打丸的啊，二强要的拌的。哎呀，饿毁了啊！光修车修了2天，总算把它搞了差不多了。油泼面，这辣椒真过瘾。嗯，这也是10块，得劲的了。嗯，行不能。辣椒面好像是上面泡了一层油，哦，多行！跑了1个多小时的路程，我们现在快走到眉县了啊，还有30公里。这个行驶了呢61公里，这个车呢没出啥问题，但是这个一跑40-50迈，加油门都是坑坑坑坑坑坑，一直就这样跑，反正跑也能跑，还是有问题啊。现在走的是在这个河堤路上面啊，这右手边都是渭河啊，一直往西跑的，跑到这个眉县，然后再转线到成都啊，到西南到成都，然后从成都再到昆明啊，路线大致这样计划的。现在跑到眉县了啊，先给这俩兄弟吃饱，饿坏了啊！哎呀，看他俩吃的真香啊，比二强吃东西都香。吃吧，慢慢吃啊，不要急。